小安之前把策划案给我看过，我又把几个字故意的改成了错别字。你是说，邹越提出的游戏修改方案，其实是你的想法？是。姐。 我觉得这中间肯定有误会，这肯定是他故意给我刨的坑。你是自己辞职呢，还是等着公司处理？姐，我没抄袭。你不仅仅是抄袭，不知道贺总有什么急事，还亲自跑一趟。我们已经查出游戏策划案的泄露者了。 不是你们公司内部的人吗？姓名的人是谁？就是他。邹越，你们有证据吗？对啊。你们有证据吗？你们今天一定是串通好的，合起伙来陷害我。 姐，你千万别相信他们，这肯定是王小安看我当了经理，他嫉妒，联合他男朋友一起诬陷我。如果沈总不信，我们可以联系游戏平台的人，来和邹经理当面对质。所以你当初是蒙对了我的U盘密码。 公司小打小闹就算了，泄密这种事儿你也干得出来？